different。病人要完成这个疗程，把它完整做完的机会是很大的。主任可以再那个补充一下那个放疗的一些副作用吗？副作用其实是跟全身有，就是说我们照射的位置有关嘛。那你在这个头颈部的话，大概就是主要会影响，大概就是口干啊、吞咽的问题。好，那如果是在这个乳癌的方面，那大概就是皮肤。啊、皮肤的一些副作用、啊、然后在这个胸腔肿瘤就是肺部、啊、有一些、发炎、啊、那在这个骨盆腔、啊、大概就是以这个肠子的副作用、啊、腹泻、啊、那这个、食欲的问题、啊、这些大概都是一个主要放射线目前所可能造成的副作用。所以如果使用植脂之后，它就比较没有这个可以改善，可以改善，因为这个剂量、哦、跟一般的放射线的分布是不太一样、哦、所以这个正常组织的剂量是可以再降低、哦、所以在这个副作用方面、哦、绝对是可以再减少。就是有些化疗的人他们做了之后会觉得很虚弱，这个比较不会是不是？因为我们是比较局部的治疗，那加上如果用植脂它的副作用还会再降低，对，我相信是可以再降低副作用。现在很多癌症病患就是因为副作用，他就没有办法再生下去。是，没有错。所以其实是我们的目标，就是说希望能够再降低这个副作用，因为你中断治疗就有点可惜。对呀、啊。那如果说因为副作用的减少，可以让这个疗程顺利结束，那对疗效都是有帮助。治疗它有没有说？针对哪些癌症，它的疗效特别显著？现在的报告应该就是在这个头颈癌，嗯，好、哦，头颈癌方面，好、哦，头跟颈，头颈癌就是口腔啊，对，像这样我们听到的口腔癌，像台湾其实它的特色，口腔癌是一个跟国外不太一样，嗯、口腔癌就是吃槟榔造成嘛，这一些，对，好、哦，然后在这个。肝癌也是台湾比较多的疾病，跟国外比起来，所以这两个癌症在台湾可能就跟国外是不太一样的。不过国外的治疗经验在头颈癌跟肝癌都已经有明显的疗效了。那当然，其他的癌症我们后续啊，借这个其实其他国家有一些经验，那过来林口也会
累积经验哈，未来都是可以治疗的。是。所以等于是说，林口那边人体试验 OK 的话，就全台都可以来做这样子。就是我们目前因为只有那边一台一座嘛，所以我们就是在它的通过之后，那它可以去治疗一些开始治疗病患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了，我们不用再做人体试验。这个方面要再看卫福部的态度，这个现在还不清楚。林口什么时候开始会收集病患？我们林口的应该是明年。应该是明年中或明年下半年。目前只有长庚有这个医疗吗？其实大家也有听说台大要想要引进嘛，哈，对，应该还是有一些医院也是。他那个跟伽马刀那些有什么差别？伽马刀就是我们其实是跟同一个，不是不一样。伽马刀就是一般的放射线的治疗，其实是一样的。是，所以他那个概念也是跟伽马刀一样，是集中在那个比较细微的病灶。虽然是这样没有错，但是伽马刀还是会穿透。穿透性还是不如这个质子，质子就到一个地方，它就把剂量都释放出来是，所以伽马刀还是会穿透。所以它更优于。剂量的优势还是质子会比较好。目前国外哪一国是这方面的权威啊？当然以数目来讲，还是美国啦。美国最厉害就是。美国它现在有在运作的，大概就十六家医院有这个嘛。那日本现在有九个医院有在。都已经在人体上直接已经就有治疗的经验了，临床经验都有就 对。所以其实质子治疗到目前应该有超过10万位病患有治疗的经验。啊，对这种末期的都有效吗？是末期其实复杂度比较高哈，就是说昨天不是有吗？我们要去评估病人的病情，到要有一些选择性，就是说他适合做我们才来安排这个治疗计划。因为他要考量的还有化学治疗，那这个方面会比较复杂，针对他的病情这样。那我们这个中心大概预计什么时候会完工呢？其实我们的预计是4年后。四年还要4年？对，因为这个建筑要花一些时间，还有里面的机器的测试，这个其实都要再花时间，所以大概。预估啊，最快大概4年，大概4年就可以完成这个治疗了。最快，啊，台北这边比较快，就对了。台北它就是明年就可以，明年就可以开始真的，因为他们早就在施工，所以高雄还是慢一点点，就对。就先以林口，因为北部需求量还是大了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。